就快了。这个是不是没那个像素高？是吧？应该没那个像素高，要不然那个怎么那么黑啊？功率是刚才和它刚才一样的，一样，我就把像素改了，像素就是那个里面点的包一少，刚才是800，我嫌太慢了，太密了。这个门怎么那么刚才那快？跟左面是一样的，因为把里面的点密度加大了。